今天在市场里捕到一只性感的小鸡。我们做一个荷叶盐焗鸡。最早一批喜欢我的粉丝都被 Nick 哥的声音和我高品质的现代厨房所捕获。我认为高品质的现代厨房设备大大提升了烹饪的乐趣。酱油，再用一些蚝油，泰式麻沙鸡。今天就带你走进我的厨房乐园，反复给鸡按摩至上色。鸡腿上绑上绳子，这样形状好一点。我们腌4到6个小时，包在两张荷叶里面。我这个荷叶是事先蒸过的，这样它才能释放清香，打一个十字花给它包紧就行了。不锈钢盆里面底部倒一些海盐，放上荷叶鸡，然后再用海盐把它埋起来。海盐里可以放一些香料。预热西门子烤箱，180度上下火模式烤40分钟。西门子微蒸烤烤箱的循环热风能让鸡肉烤得更均匀更迅速，将荷叶的香气均匀地锁进每一次鸡肉。在等待高品质美味的时间里，我通常会将我的厨房战场稍作整理，厨房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，才能更好地呈现美味。智能的西门子厨房设备是我烹饪翻车少的秘诀，为我做菜保驾护航，提升效率。鲜嫩多汁的盐焗鸡绝对不能烤过头，在精准的时间和控温下才能达到最完美的效果。我们在吃的时候可以撒一些柠檬皮增加芬芳，而拥有高品质的厨房设备才能真正的做到多在家做少吃外卖。